不要把弯关注关注点一点，换个发型能更漂亮。你建议我换什么发型呢？就是我现在是长发平刘海，你建议我换什么发型呢？这个发型不合适你吗？这个发型我留了20年了。短发呀？你是发型师吗？他是剃的。两撇也可以，就只是中分吗？这个刘海不合适你，这发型挺好，套路，差不多哦。谢谢哥哥们，很合适啊。短发杀去。然后感谢流氓哥哥么么哒。哥哥们，我又来跟你们说一遍了，后点点你们的星星吧，么么哒，么么哒。把你们的星星帮我点一点，么么哒。感谢这个英文哥哥，感谢馒头，你们手指动动小手指帮我点点星星，点点星星，感谢哥哥。上电视了，帮我点点你们的星星吧，么么哒。然后直播室通知勾勾，直播都是通知我勾勾，一麦跟二麦的关注点一点，直播室通知勾勾我，点点星星，谢谢么么哒。谢谢所有帮我点心的好哥哥们，辛苦你们了。那个，哦，下一组了，轮到下一组了。下一组跳什么？小野猫跳了，上下跳了，然后天特工也跳了，还有两支舞。他两支舞哎，欢迎所有进来好哥哥哦，欢迎你们来到992。拖拉机啊，拖拉机，咱留到最后一支跳好不好？拖拉机属实是真的有点累，我怕我跳完拖拉机下面的跳不了了。拖拉机轮到下回跳，就是还剩下3分钟的时候跳最后一支。感谢浪迹天涯哥哥，感谢流星哥哥。这个不行，跳个 Number Nine 给你们好不好？跳个这个，跳完这个，然后就跳那个，跳完这个就跳那个拖拉机，啥时候回家呀？2:30结束。Number Nine。
看到你们流口水的表情就好了，看来你们挺渴的。嗨，美女，我来了。Hello， 欢迎哥哥。那个喜欢主播的，别忘了把那个直播室通知勾一勾，哥哥们。咱再说最后一遍，然后就给你们跳最后一支舞，然后就差不多了。啊，西吧。咱再来一遍，星星帮我点点好不好？星星点一点，星星上电视了，星星帮我点一点嘛。直播室通知勾一勾，这是近期最后一次来992了，所以说你们要别忘了把直播室通知勾一勾，要不然的话你们就找不着我了。一麦跟二麦的关注点一点，直播室通知勾一勾，点点心，么么哒。然后差不多了，还有三分钟，拖拉机走起。好，好，答应你们的拖拉机来喽，拖拉机。三分钟，别忘了点关注哦，哥哥们。小光彩全力打造，行者 QQ 379854个1。